步步转睛。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哦，哎，我们会有工作，哎呀，你看，真的是。不光是练得好，臂力也好哦，而且这个表演我觉得如果练不好的话还有一点危险性。怎么说？因为他那个壶嘴很长又很尖，我看他在我的身上这个转来转去我都很害怕。对，真的不容易。是，我们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想这位姐姐呢也是练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才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准。没错。